是比较偏厚实感的牛仔面料，然后我很爱这件是因为它有那种 A 字版型，这边呢也是做这种有角的，所以它非常的小俏丽，这边看起来窄窄的，屁股瘦瘦的，不用担心曝光，因为里面有一整件的牛仔安全裤给大家。那牛仔安全裤是宽的，所以也不会造成你里面觉得很热，或者是整个都好像很紧的部分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尺寸的话其实正常挑就好了，除非你的屁股比较肉，你可以偷偷拿大一个尺寸，不然其他如果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可以拿正常尺寸。它是属于包覆性比较足够的牛仔裙，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太包又很喜欢这个颜色刷色面料的这个整体的样子设计的话，可以偷偷拿大一个尺寸，不会落差太多，这是牛仔给大家的建议咯。